啊，那前两次都。哎，那里人呢？我怎么在地图上没有看到你？可是那炮台真的太痛了。果然骷髅法师那个寒冷有用，可以降低他那个血量。骷髅法师会寒冷，所以他的血量会降。看看第十场可不可以三点半之前打？应该可以。看我的宣言。地图人还是很。那个精灵月系耶。火枪出招。火枪哦。拆解84。你有钥匙哦。有。你有钥匙我就不打。
哎、欸，我拿到一个天赋。什么天赋？什么双刃什么？那个，装持加速。银沙要不要？是那个银沙好像要死，他讲一讲不太清楚。好像要什么？好像还要用天赋。反正你问那个银沙。看他职业是什么？好像刺客吧。然后他也要那个游侠的。哎、欸、呦，对，他是刺客。好像我帮他打，我都没打到。还是我在我身上。好像真的很屌。包括血掉的还蛮快这只怎么我们打得那么快？刚刚好像比较慢哦。哼，是因为我法师的关系吗？有可能。因为法师可以一直放他寒冷，那血就一直降，一直降。我把我秒杀。那有机会哟。加油！加油！